练习一下。啊？去外地几天，我认识了一个小姐姐，而且小姐姐还跟我一起玩了几天。老婆知道后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责怪我，有点不敢回家。但是咱们亲者自亲，不怕敲门吧，大家。虫子，咦，没人啊？虫子，没人。虫子，不在家呢。虫子，挺害怕的呢。在家的话，还有点不敢说话。赶紧等一下做一点让他开心的事。这些大饼带了很多回来了，看样子可能去上课去了。我还是先搞一下卫生，等一下回来没有骂我的理由。真难呐、啊！我等一下我要练习一下。这是高手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家务应该不会被骂吧？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在这里，他好意思骂吗？他舍得骂吗？哇，一身汗，这位人经得住考察，经得住检验。差不多到饭点时间了，要赶紧做饭。哎，等一下虫虫回来之后，他如果敢说我一句，那再说吧。鸡翅，煮一个鸡翅可乐吧，小孩子喜欢吃。鸡翅啊，要先给它扎一些洞，知道吧？用牙签扎，我没牙签。然后再放一点姜片，再加点料酒，再给它水烧开，把它给煮烧。做家务是用来征服老婆的，做菜那是来征服儿子的。我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哎呀妈呀，吓到我了！煎两面金黄，不然的话不好吃。还有生抽我没有，我有姜，还有八角，蒜我也没有，再拿上。最喜欢喝的东西，给它加进去，要淹没这个鸡翅为主啊。炖个几分钟就差不多好了。盖上锅盖，没有葱，把它放里面。你过来了？是啊。你妈妈呢？不是。爸。嗯。你今天在做什么菜？我做了一个可乐鸡翅。哇，可乐鸡翅啊！来来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来，你看我这么辛苦给你做了个可乐鸡翅，等一下你要在你妈妈那里给爸爸美言几句，好吧？我记得啊，美言几句啊啊！好、啊，去玩吧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怎么样，刘俊祥？是鸡翅。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？还是还可以。首先先声明一下，你妈妈现在还没有回来，等一下回来之后你们帮我美言几句哈。嗯，毕竟是吧，我做了一个你们喜欢吃的菜，好吧、嗯、可以吧。嗯，要征服小孩子首先要征服他的胃。你妈妈说了等一下他要晚一点回来，所以你们先吃饭，等一下去学校啊。这鸡翅做的真好吃。嗯，回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搞出来袭击是吧？是，来，赶紧吃饭，来，小卷，快点，来，楼下快去给你妈妈拿个碗，来拿筷子，来，你妈妈好吃的。哎呀，刚煮了点那个小孩子爱吃的东西，他们一下全都吃掉了。我早上买的菜，你就把它做了。做了，色香味俱全。我还以为是昨天买的菜。没有，我早上买的。
你看坐下吃，来来来来来。哇，我小姐太辛苦了，今天吃了一顿现成的。对对对。爸爸做菜好不好吃？那我做的好吃，他做的好吃。多好吃啊！一个都不舍得。今天这么勤快。嗯。被姐挤倒。啊？不是，我刚回来嘛，漏两手。啥叫飞机你知道吗？这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兄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不是，哇，你要可别浪费了。没没没没没，做不好吃不好吃。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